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今天要瓦斯炉要点火，突然点不起来。詹姆士想应该是电池的问题，来看一下电池有没有坏掉。把电池给拔下来，电池在这边，稍微推一下，可以拿下来。然后可以看到詹姆士用这个转换筒，用三号转一号的，因为一号电池比较贵嘛。有时候家里面没有备用的，然后就可以用三号的来顶着用。看到后面有点漏液了啊，所以应该又是电池的问题。没错，又是这个可怜的电池又出问题了。看下面的已经变形。漏液的痕迹在这边，然后它明明可以到2023年12月，现在才2019，很多都已经漏液不成样子了。还好，我试看看，我们装一颗新的电池。这是 GP 的，好，这个白色的地方，啊，竖起的地方压着，然后往里面推。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点火看看，这一点就着了，所以是电池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又是这个可可怜电池坏掉了。又爆浆了，很好。啊，今天我是无法点火，就找到真凶了，找到问题所在点，就是电池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我是詹姆士，拜拜。